干嘛来？今天让我去看看家长会来。什么家长会？宣人家长会。还有什么家长会？我妈你知不知道？你妈什么妈？别人家长也吗？别人家长都去了，就你不去是吧？我没有时间。你时间去哪了？别人家长都有时间呢，就俺家家长没有时间是吧？你是在教训我吗？我在跟你讲道理，理解。狗屁理解！每次看家长会都不去。我去干嘛？我去听老师给我讲你考那几分呢？我考那几分不好吗？那你也关心过我吗？我天天都帮自己的。我丢不起那人。你还怕丢人啊？你不去开家长会，才更丢人了。啊、哦！我不去开家长会还丢人了？怎么会不丢了？老师以为我是孤独的小孩。什么玩意儿？孤独小孩根本就是是就是。明天后天还开家长会了？后天开家长会我先跟你说好我不去啊，这行了吧？老师说今天还开家长会，家长都要去，不去找那家长。你叫你老师来找去，去吧。妈，今天又不开了，今天又开过就去晚了，来家还不去。出去出去，我有事去吧。哎呀，讲道理讲道理的。我不听你讲道理啊，别给我这大吼大叫的。妈，你吃饱撑呢？不开家长会还有理了？哟，我这不捂你脸吧。 你服不服妈妈讲？去吧去吧去。那你还是服了？去服啊。这不开一个家长会有那么严重吗？有。不开家长会我都丢死了，我都给气死了，就等于不关心你家小孩了吧。你再喊一句，来再喊一句。